不起来，哦，要阿公哦跟他扶着这样子。所以刚想讲哦，哦，这个人生的无常哦，咱哦真正是哦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预料，哦，而且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哎，计划啦，咱计划好的拢哦，变化拢哦，真正足大，无法度，无法度把你掌掌握的吼。所以唯有就是安怎，咱一定要把握这个当下，当这个情形中间吼，当这个机会来的时阵，吼，你有把握就是你的，你无把握就是安尼流过去了吼。所以咱人生内面嘛是同款啦。那每一个时段，每一个时段，吼，哦，小姐的时阵，讲结婚了，囡仔出来咧，这家庭咧谈这个包袱，吼，哦，啊，然后呢，囡仔吼好不容易骗大汉啦，过来。